你去找凶手干什么？您是警察吗？您是吗？您是吗？你是说我朝思暮想的想当社长夫人是有企图才故意接近的？难道不是吗？ 尽快找到符合条件的对象。志哥，你还好吗？你认为我们两个真的像兄妹吗？如果在我的家族里面找不到，把外人变成我的家人就行了。就算要杀人，我想要的是家人，他们想要的是我的心脏。